这上边写的什么呀？这是动，灵动的动。不对啊，一谋不是在青阳镇被打死了吗？怎么又出来个黄？他很有可能还在这里。这天地间不止一个门，也不止一枚组合。这是什么？有心除魔之人中毒，何必非要找一个无心之人？人心似水，无心也可变有心。这石符就像活了一样，有一股神力进到了我的庙府里面。林动，小子才是个大宝贝。不会是一魔来了吧？就算把他杀了，徐文明也会不会吃的？让开！不让！这世界很酷。